厦门颂德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以产品开发设计、烟包、纸制品包装、纸杯生产为主。我公司目前也是厦门为数不多的能帮客户实现一条龙服务的印刷企业。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小生的产品作为我的生产设备？那就要追溯到2019年的东莞展会，当时我正在筹划重新开办一家印刷公司。当我走到小生展台的时候，恰逢设备正在做演示，当时人也非常多。看到小生设备，无论从外观、速度、印品质量，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回来后就跟小生取得了联系，在销售耐心的讲解、分析及考察了厦门的几个工厂后，我就决定购买小生的设备，作为我新办工厂的第一台设备。第一台对开5+1是2019年10月份安装的，设备到工厂到正常运转差不多10天左右时间。小生工程师精湛的安装技术、耐心的指导及完善及时的售后服务，使得我对小生的产品进一步加分。到2020年底的时候，我公司准备进军烟包业务，这时在准备引进一台8+1的 UV 设备，这当中也有许多其他品牌的来找过我，也给出了我很多的优惠条件。但小生的产品在我使用的1年多时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也去考察了小生的 UV 设备，以及看了小生 UV 的样张后都非常满意。回来后我们就决定再次购买小生的产品。同时销售者说，今年的北京展会上就有8+1。我当机立断地告诉小生，这台机器我要了。展会结束后，设备在7月初顺利到达我司，前后安装调试加起来20多天，设备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至今未发现任何的问题。小生机4年，每小时最高速度是17200。我们做的产品是特别多，有薄纸、厚纸、经营卡、特种纸、胶片，无论在各种产品，我们的飞达都是很平稳的运行。咱们这台8+1是2021年7月份安装调试好，全球第一台8+1高配的。我们这个高配有自动装板、串墨滚制冷、自动清洗胶布、墨露、水棍、水墨脱泥、色彩粘性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人员。我们这台8+1主要做的产品就是烟包、酒包、化妆品、高档产品，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减少厚道工序，比如覆膜、湿印、机凸，我们这机器可以代替一次性完成。传统印刷行业目前看起来还是会有未来几年的主流，我们也有一直在关注包装的数码机，但无论从购买成本、使用成本还是产量上，都比较难符合目前我们的需求。未来的小生公司能有好的包装数码机，我们也会关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会购买。我们公司目前发展良好，有跟好几个大品牌都有合作，业务前景也非常的广阔。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规模，我们还会继续购买更多的小生设备，投入到生产当中去。